你台风天气的进程，咱中央这边一定会开一个会议，做一个决定，设定要予接受天气的这条件，包括年龄，吼、哦，啊你，嘛各种条件也是付付球，也是各校办个条件也是要啦，因为咱这边的日方开放这个条件要予咱。虽然无把咱定到足死，不过咱嘛爱家己咱用用心啊，一个政府的形象，哦，一定爱改好。因为安怎讲呢？2.0车，哦，1月30日结束过。虽然咱要登记的时节有办身份证，我无办的这民众，不过咧会当确定，这个人死定定的头壳。咱伫2月1日，咱是绝对无可能接受2.0遐讲啊！我唔知影，哦，啊，伊阁坚持只要去等，等到死的，哦，无救啦！这个我们不会回收的，哦，一款的，迄、那个文化路就要回收啦。所以啊，咱要既然要培养这个民众，爱伊的这个部分，当然，咱就是讲爱了解伊的背景、思想。有解读无？哦，照依照咱这边天气的条件，富贵日本后，你有心，哦，要为日本在台湾的政府服务的，哦，这块的心，再来，咱的学历啦，哦，伊的条件啦、啊，能力种种，咱来个推荐者来登记，这较有意义，这对咱的民政府日后，哦，执政。由日本政府来管理，政局太稳定，咱规个政体稳定了，经济才发展。咱毋是阿萨布鲁的踢球来，我迄是对咱的负担呢。咱本身都，家己人讲，讲泥菩萨过江，咱家己都无迄个实力，天正能量嘛爱学习。那如果咱搁介绍遐几百挂，要当当包好，所以咧，咱就是爱找较少的。身体的部分，种种，当然，那。